入新世界，肉眼观看没问题，调节焦距给你超高清画质，一字手机夹采拉伸设计，镜头位置可自由调节，还有冷靴接口及四分之一接口，看我一拉二夹三调整，大部分手机都可以使用哦，还搭配超高级脚架，三段高度可自行调整。报告老师，调节环怎么用？套上脖颈，转上脚架，加上一字夹，就完成啦。平衡感还可以，直横两用，你想要直的拍、横的拍都可以哦。还有，脚架还自备水平仪，脚架有没有放正，一看就知道啦。iPhone 13原相机实测，对远只有五倍，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。让我们来看看用60望远镜的实拍效果吧。呜呼，看到我吗？我在这儿。不好意思。还有吗？还想看更多？原相机拍摄，60倍效果。太夸张了吧？这么远都看得到，而且还这么清楚。原相机拍摄，60倍效果。谁说只有白天才能用？晚上也可以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自己体验才知道。